谢您对我们掌声鼓励。刚才是你说啊，哎呦，啊，谢谢大伙掌声鼓励，太热情了。刚才你说二位优秀相声演员，哎，说外面是小蛤蟆，哎，说里边是烤乳猪，真秀色可餐啊，多好啊！都是聋子科的演员，哎，加深记忆，特别好。俩聋子科的演员叫小蛤蟆和烤乳猪。什么艺名啊？这是挺好，开玩笑嘛，就是自己为什么自己这么叫嘛。嗯，这俩挺好的，尤其来说一块搭档时间也不是特别长，哎，搭档也就一年多，时间不长。而且在舞台上看俩人表演特别的默契，哎，啊，尤其来说俩人这个风格怎么样？就跟两个神经病一样，那捧他们俩人行啊，不行啊，老是这样。哎呦，对，但是我们哥俩上台，您就不放心。他们不一样，我们吃药了。我们都靠那个药盯着呢。二姐，俩人说不错，现在休息休息。您能换下去吗？给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换我们二位了。一上台，您对我们有熟悉的，有不熟悉的。哎呦，您认识就不认识啊？简单介绍一下。认识认识。我叫任浩，哎，德云社的青年相声演员，有什么名气？您的这个粉丝都集中在这一块儿。远远了，远了，前就避不过去了。对。很年轻的演员，大伙不熟悉很正常。哦，着重介绍一下旁边这位。哎，到我了。那当然了。嗯，您给我们来德云社听相声，哎，可以不知道任浩，但是一定要知道我的搭档。这是捧我呀，各位。您给我们可以不了解任浩，哎呦，但是一定要了解我的搭档。谢谢。您给我们可以不喜欢任浩，但是一定要喜欢我的搭档。哎，刘师。您给我们可以不爱任浩，但是一定要爱我的搭档。那你倒是提我呀。介绍一下大老师，我们姓大的吗？我干什么？姓郭，处死你吗？姓郭，真是，怎么这样？姓什么？姓郭。郭达。郭达。郭达老师呢？郭达有点难听了。你我姓郭。嗯。在咱们单位，这是个多么神圣的姓氏啊！你咋玷污一个郭氏族人？你完了！你叫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任浩。你这辈子你都没有字儿了。我有，我没字，你有字儿。你都说错了，别舔个脸呢。那么我没字，怎么你有字儿？我有信儿啊。你有信，你跟人有关系吗？你要有病似的。我问你，信值钱，字儿值钱呢？你干一辈子，他能给你们过字儿吗？还好呢，还好呢。我跟他有没有关系的？有没有关系？你知道他年轻时候犯不犯错？就跟那个
我跟他交流能说人类的话？这多讨厌！这俩人在那说唱，其实我最擅长就是唱。您好唱。可以说说本门太平歌词哦，让您学唱个什么《金瓶梆乐》哦，各地方的小曲小调，嗯，唱个什么坠子呀，哦，唱个梆子，这我都擅长。这您最擅长的是哪个？河南坠子。河南坠子您最擅长。这个唱的最好。那您给我们唱一个河北梆子吧。带脑子了吗你？怎么上台前没吃药啊？不是，你刚说咱俩吃完药上来的吗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那怎么了？你不擅长河南坠子？你不刚才说梆子你也行吗？咱们那是综合梆。那叫画佐料。哦，就都能唱坠子。下回你一拍手，我说河南坠子行，其他都不会就完了。我嘴硬。你嘴是金刚石。这难道告诉你呢？没有。多新鲜呢！河南坠子唱的好。是吗？原来过去有一位老艺术家，哪位呀？坠子皇后乔清秀。哟，这可是个大家呀！人家唱得好，是吗？人家评语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色艺双绝。怎么叫色艺双绝呀？色不能不咬那么重。不是我，这是我厚点儿呢。啊！这都鼓掌！我的天哪！证明我的朋友来了。这时候人家长得漂亮。嗯。我的专业也特别的好，唱的也不错。哎，每次人演出的时候，水台上三个大字，什么呀？盖河南，太厉害了。什么意思？河南的房都是他盖的，再给累死了。那怎么说？累死他了？不是，是他比所有唱河南坠子的都好。那为什么叫盖河南呢？给他们都盖了帽了，都给他们活埋了。我少了一米。哎，你看你们不乐意我了，对吧？人家唱的是最好最棒，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怎么样，今天的观众朋友是那样的热情，这么热情的观众朋友我是没有想到的，我没有想到你是自闭的吗？这说一番没人管你，你重复三番。哎，我怕大伙鼓鼓掌，他希望你们鼓鼓掌，他好唱一段。来，快快快，把相机都放下，开始鼓掌啊！当然了。不鼓掌我也得唱，是吧？要节目没法进行了。谁有为这个乔清秀？来，咱看看那个色艺双绝啊！不光给您学唱，我们先看看色行吗？你先放一下，我们先看看色，色怎么？你色一个，我们闹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是男的，是男的。男的，你好这个？不是男，就男的才好这个。男的好男的。多新鲜！你谢谢啊！你别以为都跟你们俩一样，真的啊。别老提这个，大伙学这个呢，学人家倒是从上台到他唱，我连这伴奏都给您学了，我的天哪。我问你啊，我怎么样，伴奏累还是这唱的累？那不知道，这是唱的累吧？不对，伴奏的累。伴奏累，上面拉着坠胡，哦，结果脸还踩着梆子，哎呦，横竖劲儿一起使他嘴累。我的天哪，来回来你也别闲着。我怎么样，摁个电铃。摁个电铃，因为过去也没有报幕员，我天，都是伴奏员，一摁这电铃演员才上场。一定要摁电铃吗？那必须的呀。好的吧，来回啊，太危险了。我还得给他摁一个电铃，还得我绝缘，绝缘，按电铃不是按电门，电铃，叮铃，那不是那个带电的铃吗？不是带电的铃，它就只响。叮铃，大年初一头一天，过了初二就初三，初一十五把腊月，腊月三十整一年。小娘还挺骚。绿色相声啊，还挺娇气，娇气，怪不得难挨。哎呀，是方太唱的是一段坠子。哎呀，这一唱也是坠子。今天我要唱那一段呢？哪一段呢？我要唱一回三趟回身与趟春。把弦都拉下来，我要唱一回三趟回身与趟春。是正经坠子吗？是呀。看不像啊。我本是北京城青楼女子。这是正经坠子啊。词儿就是这个。
街角下，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里的人，噔楞噔楞噔楞啊，噔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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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答。我们两个人那是相交足够二年半，瓦地他囊中空虚，滴咚，无有分文，最可恨。老王把宝儿他对外的心狠，我的大人呐、啊，把我的三哥哥轰出了院门呐、啊，噌楞噌楞噌楞啊，楞噌楞楞噌楞噌楞几噌。我命老妈把东西买呀，回来他就属于滴个隆，玉堂春。问听我那三哥，他就要了饭，滴个隆咚，滴个隆咚，滴个隆咚咚，小奴啊，滴个隆咚，滴个隆咚，好意思我那热身子摔在我那凉水盆。相对应的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呀？五坠子。什么叫五坠子呀？文武代打，金刀铁马，听着可就新鲜。要说这种艺术形式啊，哦，世上八百多年了，嗯，没人会。你没赶上，你赶上了。我没赶上，但是我会唱。这是人话吗？这个你没赶上了，你会唱，你怎么会？有那个留下来的录音。留下来的录音。对呀、啊，这你给我讲讲什么录音这样？你得熬那个带呀，熬那个带。哦，终于看开啊！老带带。说实话，我没听出来你唱的是哪一段啊？那你救不了，不就得受版权了吗？老带熬带。唱这种味儿人口音，太白了。我这倒不上来了。啊，对不对？看一看那个老的录音，翻一翻人家留存下来的那个词儿。您这个录音和词儿都一块儿，都这么看吗？对对对，他们都一锅出。哎呀，看一看，哎，要品来了。稍微的学一学，现在呢，硕果仅存，就我一个人会了。要把您杀了，是不是就没人会了？啊，那当然了。哎呦，那您这样，趁您没死之前，赶紧给我们唱一段吧，我们听听这五坠子。有要求？有要求。太好了！五坠子也色艺双绝吗？五坠子不一样了。那怎么意思？哎，它有点不太一样。它可能缺少哪一点？嗯，色和艺哪个没有了？因为它多数都男的演唱，就没有色了呗。啊，对，不看了。你不看了？看的是艺术，不是看色来了。不是啊，你老看那个，你看那，你不应该来这儿啊。那没有这个，那个有阳刚，那尚武的精神。尚武之我本是北京城青楼，你是什么？青楼鸭子，你这什么乱七八糟？你这都是青楼鸭子。要学这个呢，我一人还真学不了。怎么样？你得报名牌。干嘛呀？不关点名。我不关。还得给我拉一个过门。哦，拉过门没问题呀、啊。过门也会。那太会了。别来这儿，这过门吗？怎么挣了？怎么了？怎么能挣着呢？还有点味儿啊！你名声稍微大点，调门高点。增增了，增了，增了，增增啊！一提就有，再高点。增增了，增了，增了，增增啊！再高点。增增了，增了，增了，增增啊！再高点。再高点，我这。你是不是在宫里上过班啊？当不错不错，可以可以。您弄，我也得捯饬捯饬啊。这也捯饬。稍微化一化妆。您刚才色艺双绝时候您都没捯饬，现在您捯饬上了。这也跟那艺术形式不一样。您看，这失传年头太多了。您看，咱得包一包头。我这是在挂着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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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真幽默。你比我那个狗带还过分呢、啊。大磊，我相信这回你能成功。你猜他成不成功？我不猜。再成功，咱们抄点了。成功了！哎呦我操，真成功！来吧，来吧。啊，干嘛？吃了几口啊？那还老死人呢！你看吧，你看吧。咱们要改副授权吗？报也报头，显得干净利索。空气刘海呢？哇哇干嘛？我怕雷劈着你。买买就是。露出您白嫩的肌肤。胳膊已经不白了，都晒黑了。我天、啊！哎，我还行。哎，买袖子也不白。无锥子。哟，对，我天、啊。大褂现在是贱。哎呦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嗨，没有没有，是艺术。艺术。不怕看。我还是色艺双绝。行，哎呦。你表哥这相扑去了，你是？扑干嘛呀？干嘛？我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什么事情，闲师没有站着拉弦，那多新鲜，得有一把椅子。我去拿，这我给您拿的，我来，我去，我来，你让我来呀、啊、应该我来呀、啊、我提议应该我来呀、啊、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你来呀、啊、你来吧，你有信儿砸坏了不用赔钱。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哎，听话。一个男的在屋里怎么玩？哎呀！这地按电铃，我上场啊！就地这弦高，活身外的东西。就你老说我。节目这么松散，人之五坠子。铃儿呢？你嘴巴巴行，怎么按铃没事儿了？你，我这是沉默的高铃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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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沾沾青天不客气，张飞喝断当两翘，虽然不是好妹妹，考试都能考好。你等会儿，编这死句不爱。关键考试都能考好，你前面念管仨字儿，你还识数呢？多新鲜！不挨着就对了。为什么？无罪的全不挨着。真讲理。那，此年即成年马啊！不惜血族，甭挂吊字，横眉凶门。哦，我今天唱一回坠子书。哦，回，回，回。你还不理人家，我不理人家，这儿也不理，你好歹这会儿你放个屁，你比人早点，我放啊，第二你喊第二个坏的时候我就放了，我没听见，那我说什么，你说你坏我就拔牙路，我喊坏你也喊坏，你喊坏我也喊坏，咱俩都坏。对，那好的呢？好的我才下。这才满意吗？坏，把弦子拉起来，我要唱一回坠子书。哎呀，卡了吧呀！干什么？你打我干什么？对呀，我跟你拼了，干什么打我？没告诉你。坠子，我坠子怎么了？文武代打呀！文武代打打我呀！那我打谁？你五坠子满台打闲师。对呀、啊。你要在周围不起树，早让你弄死。拉弦儿啊！啊，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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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？你妈的，闲着我！你一天在干什么？布鞋都掉了。掉掉吧，掉跟我什么关系？我是干什么？你唱词儿啊？唱什么词儿？头一句要罢了钱，因为过去不卖票，都是零打钱，所以要罢了钱。第二句，输归了挣啊，这就给输了，那还得多的。来吧，奶奶，怎么着了？怎么着？冷怎么怎么啊？要罢了钱，输又归了挣，卡巴拉我管唱，那个管停，这不都废话吗？多新鲜！我要不拉，你要不唱，那他们
别听了。对，那下班吧，那个。下班干嘛呀？就废话。你是爱听问，爱听舞，爱听见了你是爱听个钟，爱听问你难不会？嗯。爱听舞女不学生，半文半武也唱不了啊！呼啦窜天全都不中啊！各位亲爱的观众，演出到此结束啊！走什么呀？你都来不了，还听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你这都有废话。哎，我就得说废话。为什么？离开废话，我没词儿。哦，你理直气壮的样子真的好帅呀！你跟南哥说这事儿是吧？我就说你俩事儿，你得了。辣仙儿啊！那还得歇八个月，你看着。打得罗生之横，打得罗生之横，打得罗生之横。